可能他的饼就是他家，他刚刚饼还在吃。没事，哎，就这样子。各位小朋友慢慢写，等一下会有其他四年级的小朋友会来参观一下我们写的成果，好，看看各位同学写的字。所以你们写好的字呢，你们可以排在你的桌子上面。哎，等一下会有其他班的同学来参观你们写的。好，好棒，来，给拿起来看看，讲什么？好 ，OK。哎呀，拖到这个可能小朋友的课到申请结束。好，那有几位那个老师要拜托叫写春联？可以，对。好，拉起来看看。嗯，很端正，很好。可以交换吗？可以啊，可以交换写啊。